原标题：周恩来拍板决定南京长江大桥净高维持24米。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城市铁路公路两用桥梁，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自1968年建成通车至今已整整50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从立项到选址、规划、设计、施工、安全、保卫等每一个方面都经过反复研讨、勘测、论证、试验，并且集当时全国最强最先进的技术、施工力量，力求精干完美。大桥可以说是一座跨世纪的最优质工程，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一些遗憾。关于大桥的高度，为保证桥下能通过万吨海轮，大桥原设计净空高度为26米，但根据吴淞高程系统，采用上海吴淞口燕巢站1871年到1900年实测的最低潮所确定的海面作为基准面所建立的高程系统，按历年水文资料，按最高通航水位8.27至咸干底为24米，能保证当时最大载重的轮船直达武汉。铁道部会同交通部，在交通部部长黄守道的主持下进行讨论时，采纳了24米的方案。海军和航运部门提出了不同意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进行调查。大桥局派了几位工程师对各种船舰的高度进行了实际丈量，将数据报给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由邓小平召集有关部门的同志商议，确定净高维持24米。航运部门仍有不同意见，情况反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只是把意见归纳起来，制作一个南京长江大桥的模型，放置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召集李富春、薄义波、罗瑞卿、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铁道部、海军及航运交通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了大桥局的汇报。周恩来最后拍板决定净高维持24米，以后如果再有不同意见，就说是国务院决定的，别人无权改变，要改变的话必须经过他。然而现代造船也迅猛发展，吨位大大提高，轮船的高度也相应增加，但由于南京长江大桥净空高度只有24米，即使再能保证吃水深度的封水期，也只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因此中上游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重庆等的相继建成的几十座5000吨级港口，极少有外轮停泊，这些码头只能是晒太阳沐风雨。有专家说，南京长江大桥已成为束缚长江黄金水道开发的最大瓶颈，有的甚至放出雷人言论，要搞活长江经济带，必须把南京长江大桥炸掉。近年来，官方民间毁桥派、保桥派、改桥派争论不休，每年全国开两会，常有政协委员就此提出提案。毁桥派说，南京长江大桥的新建看起来是通了南北，阻了东西。南京已有多条过江通道，可以设法替代大桥的交通作用，干脆炸掉重修更高更宽的桥。保桥派说，大桥仍然是过江主要通道，京沪铁路、必经大桥，是中国南北经济命脉，毁桥必然导致铁路停运以及南京火车站的重建，其经济损失不可承受。桥身过低不只是南京长江大桥的问题，后来长江上建造的桥梁中有60余座都以南京长江大桥为参照，净空高度都是24米。拆除南京长江大桥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万吨轮船进入长江中上游的问题。同时，南京长江大桥被誉为20世纪南京唯一可与中山陵齐名的伟大建筑，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其价值已非金钱所能衡量。
专家们经过广泛论证，以大桥现有净空高度半吨级以上的海轮通行到长江中上游，关键还得看水深。南京到武汉有三个浅滩，最浅的是在九江一带，当地水深还不到三米，而万吨海轮吃水至少在七米以上。长江武汉段在丰水期的水深大约 4.5 米，无法行驶万吨轮。而武汉上游的重庆段水深就更小了，且万吨轮开进长江口越远，成本越高。如果没有充足的集装箱货物源，海轮开进去意义不大。加上长江水深、航宽以及航道位置是季节性的，与江水所携带的泥沙密切关联。南京以上长江江面比较窄，弯道多，万吨级海轮掀起的浪大，对长江航道里的内河船舶构成威胁，对沪岸江堤的威胁更大，因此并不适合万吨级以上的海轮。综上所述，大桥对长江中上游航运影响不大。改桥派认为，可以为南京长江大桥做接肢手术，让现有的桥墩向上加高12米，缺点就是操作难度大，并且涉及引桥、铁路的处理，工程浩大且费用不低于重造一座桥。也有人提议把长江航道下挖8米，但怎能把上千里航道下挖8米，而且不影响桥墩的安全稳定。如今，改桥最热切、最期盼的是安徽交通航运部门，因为芜湖到南京段，不管是丰水期还是枯水期，吃水深度都超过7米。将大桥净高提高到32米后，南京到铜陵二13公里江面，万吨级海轮和3万吨级江海轮就可以常年到达安庆、芜湖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